案外案，莫名牵扯曾志伟，周冬雨怒博关系亲密。25岁周冬雨演技深获肯定，翻摄周冬雨微博。中国网路昨疯传蓝洁瑛声称遭影坛大哥性侵的采访影片，曾志伟郑重否认牵涉其中，未料又有网友爆料25岁影后周冬雨和曾志伟关系亲密，并因此获得影视资源。周冬雨工作室今发布声明驳斥传闻，网路所传信息纯属恶意捏造，本工作室强烈谴责相关网路使用者的造谣行为，请相关网路平台及使用者立即删除一切虚假信息，也请广大网友停止传播并切勿轻信谣言。娱乐中心综合报道。周冬雨，右，马思纯，左，前年凭曾国祥执导的《七月与安生》获金马影后。资料照片。曾志伟，中，前年和女儿曾宝仪，右，儿子曾国祥在金马奖同台。资料照片。周冬雨工作室谴责造谣者。翻摄周冬雨工作室微博。周冬雨工作室声明。翻摄周冬雨工作室微博。